这个女人感染了拉肚子病，可好不容易找到厕所的她，却在低头的一瞬间看到了一双伸出来的手，吓得她赶紧窜出了厕所。然而从里面钻出来的丧尸们，却紧紧地跟在她的身后。即使女人在不停放连环屁，但这依然没能阻挡住丧尸们想吃口肉的决心。 突然，女人因为肚子太疼走不动，被身后的丧尸们追了上来。他们刚准备饱餐一顿，就听到一阵惊天巨响。当声音停止过后，女人也因为脱力摔倒在了地上。可被熏得晕头转向的丧尸已经完全没有了食欲。